爸，儿子，你快跑，他们很残暴的，不要杀他，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啊。你确定什么都行？嗯，那你上厕所不能带手机。啊，你那我就撕票了哟。好，我去。不要啊，上厕所不带手机你会无聊死的。说吧，还有什么要求？字正腔圆地读出这句话，不行吗？那我可就撕票了呀！啊，伙计，别念了，你会唱出来的。乌蒙山连着山外山。啊，还有什么要求？够狠呐、啊！那你有热闹不能去看？啊，这不可能的！啊，有人打架！别忍了，你会忍不住的！哎呀，太好看了，太好看了！这下你满意了吗？最后一个要求，吃干脆面不能捏碎。啊，你我就不捏碎啊，我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刚买了一箱小当家干脆面，一包不到五毛钱，酥酥脆脆，便宜管够，一次吃到饱，不捏碎也能超满足。左滑进抖音商城或点评论区就能一键入同款，还有超多日用品，爆款小零食，低至一分钱，多逛多省，超值。啊，是个狠人，放人。哎呀，受苦了儿子，应该的，以后有什么事老爸都答应你。老爸，今天晚上有同学聚会，我可不可以找你要点？你别走吧，他们很残暴。